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测试是用安息打毒龙，因为毒龙本身回血有点来不及哦，所以我搭配了这只伊维特，不晓得可不可以转为生命力，要测试才知道。因为印象中打下去都是一滴啦，可是我不晓得它计算是打了之后才开始计算，还是你本身攻击它就会计算进去了。哇靠，又来了！他是故意给我小魔女不让我集 CD 呢？嘿，再见，血，难控制，就是你看又来，哎，这个没办法控制的。因为搞小魔女出来就没办法集 CD 了。头集一回合，哎，又没有补血。哦，终于掉了，1800，就看你转租的技术，这样可不可以补1800就对了。可他也受不了我几下，这样一下就是死掉了。最难控制的就是在前面五回合集 CD 啊，我刚都死在那个第五只那边，因为没办法秒杀他，都被他秒掉了。小力一点，丢一只给我。哎呦喂，好大仔！哦，这只暗器是蛮记的，所以集 CD 还算 OK。我还想要集一回合呢，应该就是这样，笑一次他就整排都给掉下来，不过无所谓啦，反正集满五 CD 了，伊维特七回合应该打得到，可以稍微用一点点力量没关系啊。哦，不要再给我一回合了，我已经两次都遇到一回合了。一 CD 的怎么打？是这一只都是固定一 CD 是不是啊？怎样 ？Shit！ 靠！完蛋！自己卡住自己，靠天降了。哦，有机会，有机会，哦，反而卡住还比较有机会，哼，运气，自己卡住自己了，真糗。还有五回合，应该是还 OK 啊，炸猪笑一笑。我是比较怕伊维特打都一滴啦，那补就靠补就很好笑了。因为他有写说按照攻击力嘛，那是攻击力是打下去的攻击力还是打之前的攻击力？这个没试过。哦耶，差点死在这里。奇怪，都不给我掉心呢。
对啊，是怎样？都没心欸，我们很久，两颗哦，三颗，勉勉强强的掉了一颗给我。哼，我还留在那边准备要下一张转，这样有没有？没有，其实是手残的。哎，完蛋，转到，转错颗了。球大，拉错。下一场至少满血进场，赌王打一次9000啊，没有满血难搞。血，不管，先转再说。看我怎么打。咩，留一滴。嗯，打另外一只，我觉得他在玩我哎。哦，嗯，完蛋，又是 CD， 我就知道，因为运气就是这样，它就是会让你很衰很衰很衰。不管，好，反正试了就知道了，它不会扣血，我就知道了。现在是四攻击力就不啰嗦了，伊维特开下去了。好，测试结果要出现了。好，就是这样啊。攻击力是多少呢？非常好 ，combo 数看起来不错。我的补补补补补，非常好的测试结果，都是零滴。好了，为大家测试结果就是不行。哦，看来我还是得另觅他途了。哦，这次测试就为大家示范到此，拜拜啦。